看看这个雨下的都到家了，啊，把家都给淹了。现在七都能划船了，活了70多岁，现在才活明白。啊，东西都是身外物，只有生命，只有咱们自己保重好身体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别在下逼之中的生活以后，你说别在下逼之中，今后吃点好的，哎，多活两天得了。老婆说，今后不许瞎吃东西了，吃点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在家里头战斗着。一会儿再淹了就上楼了。如果再淹了，我们就上楼了。这真是百年不遇啊！你 看这一辈子，看看这个院里头都满了。这一辈子什么人间奇迹都见过了，地震、大水、动乱、暴乱，三年自然灾害啊，咱们都尝试了。68岁第一回见的屋里进这么多水，看看，外面都是更是一团。